彰化县政府20日在20文化教育园区召开彰化县109学年度第一学期中小学校务发展会议，共有214所县属中小学及县内高中职校长参与研讨未来教育政策。本着这个莫忘初衷，当时大家进来到教育界的那份耐苦热情，我还是要拜托大家持续，然后透过你的热情引领更多投入我们教育的这些老师们，我们周遭的这些家长们，能够一起为教育这块来努力。王县长勉励校长们莫忘初衷，以投身教育的冲劲与热情，引领所有教学团队以及家长们一起为教育努力，让彰化的教育更有温度。公益频道彰华云20采访报道。